哦，也是啦，还是可以死回去的。哎呦，那、這個、哎呦，哈基坏，哈基坏，他们也绝对上不来。对他们一定上不来啊，因为他一定得靠这个才能上来。超级无敌点，这个坏掉游戏平衡嘞、欸，这个游戏坏了，这个坏掉了。你能算什么啊？他就可以上来，你这样都可以直接上来了。我看到有人飞到天上了。哎、欸，谁、欸欸、飞到天上？我没看到。丢一烧给我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、呦，你这样就可以玩了。哇！我这里下船是不是会掉下去、啊哦？我刚刚就是掉下去，没有，在这里都不会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了。哇，没、欸，他上不来，他上不来，船都拆掉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他知道有船，你阿静你自己拆的船。哎、欸，这地图真的是，这个点位要废掉了、哦哦。这边不能来啦，这边不能来，只是给带你们看一下，刚刚我到底死在哪，就是太扯了。啊，没有，我就乱走就走到，你知道，我自己也傻眼。我也要看，哎、欸，没有紧急逃生口，让我看一下。来啊，你来啊！好在不打你们，你也打不到我们、啊，你也打不到。哪里啊？可是不知道要走哪、啊。你要就是那一栋里面，那一栋里面。繁星的技能是什么？游泳池、啊。要近战打的啊。想推我？可恶，没有用啊！可恶。我又看到有人飞到天上去啦、啊！那应该就是陪我们啊，他自己。嗯，他上来也没办法那个啊。我们会放船给你啊。上面放满满的。对啊，直接打船，打在这边。哎呦呦，他真的来，他真的来了。对啊。被碰到一下就死了吗？没有，好像两下。好几下啊。哦，夜景好好哦。可以去走天堂之路，是鲨鱼吗？也很帅。是有人想要传击我？我要那个地方怎么上去的？你剪一下，杰克剪一下，杰克，等一下啦，你去，剪一下啦，我怕了。不来了。你直接跳上来、啊。你如果是我们打掉的话，下来应该就没事吧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吸到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原本就有。哎、欸欸，他怎么有？还怎么有？我没摔死啊！他有船，他有船。现在拿的、啊？不会，因为我刚刚没摔过。要快把它撸掉，快把它。但是还是刚刚那个被他吸走了。应该是被他吸走了啦。哎、欸，怎么上去？你干嘛、啊？他自己给你钱，放过我们。好，五千块，谢谢。五千块，绿绿的，绿绿的，绿绿的，许愿池。哇，这是许愿池哎、欸！跑到一个好奇怪的地方。没有这个地球超多奇怪的地方，哦，顶了，超多屏障迷宫，哇靠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屏障迷宫哪里啊？对啊，躲在这里，人家也不可能找得到你啊。史莱姆上去，这有办法走过去吗？你在找其他地方是不是？屏障迷宫那边我有去过啊，那边还好。那敌人也不可能打得到你啊，这也无敌点啊。对，杰克这边上去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小心小心哦！我死了、啊，我才刚讲完，我死了就变罗罗哎！天哪、啊，那技能根本放不到、啊，上来就出来了啊！王变罗罗，真的假的？还可以出去哦、啊，可以出去，可以出去，他就这样绕一圈。解、欸、忧，你说他死掉被罗罗？救命！李渊，你干嘛？我是人呐、啊，你干嘛？自己人，我人啊！自己人啊，自己人啊！我人啦！我刚刚在那个水池泡了超久，泡从头就泡到尾、欸。我在奇怪的点，那个点真的太神秘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边一定要被走啊，一定要被走。那边你刚刚船都打掉，其实也上不去啦，也上不去了。我都还没看到，我也没看到啊，我也没有找到，我也没看到。那我去看一次。还再一个鬼啊！刚刚繁星用哪一个？第一个，可是第一个就是都要贴近才能打的啊。近距离、okay. 招小怪什么的、嗯、啊！你们又毁灭者好不好？最后一个当毁灭者，谁还没当过？嗯、除了泱泱以外还有吗？二零吧。二零有吗？二零当二零吗？二零当二零，那就二零当二零吧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不是花村的时候吧？今天没有被二零追过。啊，泱泱要玩吗？可以玩看啊。体验一下凋零王这里，
那大家都去找影月那个游戏。嗯，因为我跟定你。嗯。按下去。定你了。有吗？我要去泡水哦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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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知道你。恭喜这个圣剑马洋洋，你刚才知道我在哪吗？你刚好，你刚是否看到我跳上去啊？等下，影月很隐秘是不是？跟你走。欸、不是很隐秘，我在露天的位置，只是很少人会爬上去。走，吊死一起死。好奇一下，好奇。我刚刚在这里，我刚才在泡，一直泡着。白痴啊！然后我就想着你。哎呦，摔倒！就大象，大象的头，就这边。哎，你讲出来了啦！讲出来了。没了没了没了，快跑快跑！也在那里啊！我那边泡水泡了300秒啊！哇塞！哎、欸，怎么不会死？哦，因为有那个。要开发其他的点位，我也想要去找其他点，我要去。哎、欸，刚刚刚刚那条路嘞？噔噔，这是哪里啊？噔噔噔噔，这个集中在那个旁边。哦，多快！我试一下技能，哎、欸，右键吗？还是 Q 出去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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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哦，我觉得我现在出去很不妙。哦。打雷了，看他打雷哇，还打雷技能哦！我来过这里啊！打雷了，不要这样，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就跳下去那里吗？哦，洋洋我过。船的话会受伤吗？不会啊。那你们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！我看着你们，我看着你们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还可以跟下面，还可以跟下面。哎，我被夹到。还可以跟下面。跳跳跳跳！那里那里有还有个告示牌，你们 要看一下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后面。能啊，叔叔，能逃到多远就看，能逃到多远就看你了，什么鬼啊？啊，你们在那里哦。下面是指令区哦，你们被找到了。嗯啊，所以你刚刚洋洋有来过哦。嗯。啊，好奇啊。那洋洋怎么去的？就讲话啊，讲话啊。没有，洋洋等下说，我示范给你们看。我看不到你们，你们好像哪？我下去了，真的不行啦，这蛮行，这里不行。洋洋来过这边啊？真的假的？对，洋洋就在那下面，就在那下面，他们都去那里了。快跑！这里有夸张了。可是跟你讲哦，洋洋回不去这边，他就变裸裸了。洋洋你怎么跑掉了？你怎么跑回去了？你们在哪里？指令区，他们刚刚都是摔下去的、啊，我打小报告啊！我指令区这样子没问题吗？不行啊！那我们走回去，哎、欸，走不回去了，我们也回不去了，我们回得去吗？洋洋不要，来嘛来嘛，不要啦！那完蛋了，我刚刚传给你们了、欸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找到我刚买机会棒棒了，魔法魔爆之弹。是哦，哎呦，蛋嗨，他那个爆炸有没有防爆啊？还是没有？为什么？哈记，你戴绿帽了，哈记，没有防爆，那他这样子就完蛋了。哈记死了，对啊，绿帽哈记。他会有魔爆之弹，然后丢出去两秒会再给你一个，然后你要有三瓶的立即伤害药水。嗯哼，哇，所以可以一直丢。没有伤害药水就是丢出去没了。上面有按钮哎。哎、欸，对呢，找按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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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，find the button。来来来，我蹲下去，我扛你，扛不起来，扛不起来。所以裸裸会摔死吗？不会，应该会吧。王死掉，摔过都没有死。王死掉变裸裸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又死了？哎、欸，团团嘞？怎么去啊？你呢？啊，他自己往下跳，这个顶楼看看。往下跳，真的吗？我往下跳就跑到，切、欸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欸、我真找不到你们嘞、欸！我刚看到哈基，我吓到，哈基没走啊？没有，我在这段乱玩了。对啊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哈基，你要去那个顶楼跳下去看看，如果你不会受伤，就可以去抓他们。等下二零，你们是跑到大楼的最上面啊？嗯、对。大楼最上面，然后后面跳下去，不是超神秘的啦。欸、等下，欸、奇怪了，啊，我掉下来了。你是不是回到那个世界了？我摔死了。对啊，我刚刚回到那个，就很神秘。对，回到中间是不是？嗯。哎、
欸，可是我还是摔死了。他自己到顶楼了是吗？啊，我在乱走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啊，刚刚看顶楼有人。是不是带到一个很多书的地方啊？我刚刚对啊，奖牌。一直被传。传去跳去找找看。啊，没有繁星也不在那啦，繁星也不在那。在哪里啊？对，他刚刚也掉到别的地方。我刚刚在二零后面看他很久，他不打我。刚繁星从那里跳下去。二零刚的。干嘛？这里刚刚那里，刚刚跟央央那里，我都不懂，我回去，我都不懂我在哪里啊。我就懂了、啊，因为央央他们已经走开了，是央央你要一直直走，不是，对，哎，不是那里，那里好像也可以，下面有告示牌嘛，他们是走到那里去。央央你开，央央你抬头，你抬头央央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他在上面，想不到吧？我到底看了些？想不到吧？怎么操作？亮亮，下面愤怒的投手，我自己都吓到，我怎么会从这边过来、欸？太夸张了，这个这张图太多那种很可怕的点了。对对。哎、欸，二零，你都没看到我吗？有啊。那你怎么不打我？我是生存者哎、欸，僵了，完了。重点是最后在那个大楼一样在往下，然后在准备看的时候，然后就忽然间繁星从后面上来，嗯，直接一巴掌打他，他自己拔到石中间了吗？我按到了，全部找鬼了，全部生存。所以你们刚刚怎么上去的？我要想去看一下。来，我们先走到顶楼，逛街。哎，等下先打床，要先打一个床。啊，对，要有船，不然你下去只能跳一次。那个，啊，切创造吗？就直接，哦，直接创造吗？这里，嗯，爬到顶楼。这边是坐电梯一直上啊。对，然后再走外面出来。有船的话就可以无伤，就可以下去直接摔，然后这里就剩两颗星，然后叫他去那边凋零。对，然后在上面剩一颗星，那再来就是我们下来之后就往这边走，走到这边来。指令区有啊，有掉零。对，就到指令。这是地图外了吧？没有，超夸张的。他们最后又回去了、啊。他按这个按钮是不是？不是，没有，是直接往下跳下去，往下跳，往下跳。然后呢，然后就传回去了。对，然后、哦、没有摔死哦。他不会摔死。我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很奇怪。你要到这个指令方块去、哦。对，我们刚刚就去在这边走来走去，我就说太夸张了。然后我就在那个不是有个很多地毯的那个，还有一个王座那个嘛，椅子的，我就在那边看着二零看着我，然后他就背对着我，可以走到这里来，这还可以，太夸张了吧？我们不知道可以走到这，哎，太夸张了，那这究竟是彩蛋还是地图八？这个彩蛋有点太庞大了，你太胖了，看不去。没有啊，等他还等电梯。说我太胖，好好说话。走到未来都太夸张。对啊，可以走。原本以为这条跑酷，结果它是直接一条哎、欸。对，我看你被卡住了，完全一条，我太胖，真的是完全一条。夸张，电梯有问题。太扯。所以那个按钮按一下就会怎样？你们按吗？我没按、欸，我们没有按，我们那时候是掉下来才看到的。掉下来，可以按一下。放一个铁方块，好像也没事。对啊，太夸张。楼梯。啊，我们最后吃个炸虾结束好了。好。真的。炸虾原本的地图还蛮好玩的。你知道，我还是等你讲完的时候，繁星就在下面的时候才探头的嘛。我想说奇怪了，你们怎么又超一圈？你不是在下面吗？我在远方的高楼，然后一直看着你们。哦、啊，进来了，材质包，换个材质包，还有材质包。炸虾材质包，我们挑战困难模式啊！好啊，困难各二嘛。每位厨师都必须各自做出一只炸虾，才可以算个人胜利。哇塞！哦、他可以有他有这个模式哦。哇，对，所以就是各自的胜利咯。
哦，哦，所以不能分就对了，不能分享。可以分，可以分，但是你做出来就只有你胜利这样子。哦，啊，还是可以互相 cover 一下，嗯，这还不错。